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第十三位，得票数38786.4，他来自 SNH48TMN2 林思义。林思义充满元气的他，是被由于粉丝心中的小猴子、开心果、小太阳永远散发着温暖。他在监控的路上告诉了所有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诉说着生命中每一刻的不完美都是重要的经历和成长，不要害怕，因为这一刻的不完美将会变成更厉害的人。恭喜林思义。大家好，我是 SH48TMN2 的小四林思义。首先在这里真的谢谢大家给我投票，投的每一票，包括每一个0.1票，因为你们我才能拿得到第十三名。我其实在那里去年的17名，我刚刚一直在那里等，我在想说马上就要到我了，马上就要到我了。我从19名开始等，哎，怎么还没到我？然后18名，为什么还没到我？17名的时候我已经在那边崩溃了，我说我不是，我可能在48外面。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我做到了。因为林思义有你们，他成功的往前迈进了一步，谢谢，谢谢，希望明年有更好的成绩，加油。